在城市里追逐，奔波并且忙碌，穿梭的人群，时间重复，从落日到夜幕，全力以赴，我没有退路，在信念深处。原本我以为自己已经很爱唐钰了，却没想到还可以更爱。唐总，没想到你四岁多了还会鸟巢。谁给你看的？就是你妈妈。你欠多少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你那个抱着被单难为情的样子，已经深深留在我的脑海当中了。请编剧老师来上现场。好，导演，我马上就来。快去吧，啊，快点。妈可真行啊。妈，您大半夜的跑去找唐鑫干什么呀？我睡不着，找他聊聊天嘛。哎呦，你都恋爱了也不跟妈妈讲。丁丁跟我说你跟唐鑫因为他吵了一架，我是想过去帮你们稳定一下感情啊。但是聊天就聊天，你给他看我那些照片干什么呀？你说你小时候那些照片啊？嗯，他还挺喜欢的。哎呀，唐鑫是你女朋友，看看你的黑历史怎么了？这是他的权利。再说了，我也是想拉近一下我们回去之间的关系。等以后你跟唐鑫结婚了，我又多了一个女儿，当妈的跟女儿聊聊天、拉拉家常，有什么不行的呀？啊。妈，这对讲机哪儿来的？小鹿给我的。阿姨，这个给您。这是。啊，我们这边拍戏太忙了，怕您有什么事儿，我们这边顾不上，特地给您开了一个专属的频道。啊，您有什么事儿就按这个按钮，会有专人为您处理的。这不太好吧？你们拍戏那么忙，那么辛苦，我也没什么需求，别耽误你们工作。那不耽误，您就记住啊，按这个按钮到频道10。小鹿，你对我们真是太好了，哎，比我们家唐钰想的周到。哎，您这话说的。好你个鲁智行，可以啊。唐鑫姐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是啊，恭喜恭喜恭喜唐鑫成为我官方开奖的新嫂子。恭喜恭喜。嫂子好，嫂子好。嫂子好。哎，老天最疼。好好好。恭喜。加油，请客吃饭。儿子，你不要生气啊。小鹿他这是好意，是我自己哎呀乱弄错了频道，不关人家的事啊。
哎呀，再说你跟唐鑫那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，那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啊？妈，您是不知道，这是陆导定的规矩，禁止组内谈恋爱。哎呀，这样会影响你跟唐鑫的感情吧？那我去跟唐鑫解释一下呀。妈，您不需要解释，这样，您和爸今天就先回家吧。陆导，哎，来，吃点橘子吧。啊，谢谢。来来，坐坐坐。好。怎么了？你有话直说啊。我跟唐玉这事吧，本来没打算让全组人都知道的，结果现在人尽皆知了。嗯。唐鑫。嗯。其实这件事儿，我得跟你道个歉。阿姨的对讲机是我给她的，但是一开始其实我是好心，我以为阿姨有个对讲机会方便一些。也不是，我跟唐玉总归……不，你这种事儿是你主观控制不了的。再说了，我当时定这规矩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，我管不了你俩的。但我跟唐玉总归还是破坏了规矩，他是制片人，要起表率作用，结果没想到我俩现在反倒成了反面典型案例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别放在心上。谢谢。其实我定这规矩吧，嗯，也就能管得了我自己。唐鑫，嗯，你要是真想帮忙的话，要不你就帮我去你未来婆婆那儿把这对讲机拿回来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未来婆婆？哎，不是，我就那么一说。你想，他拿那对讲机，再出点什么事儿，那唐玉能饶得了我？你就当帮我一忙。行吧，唐玉已经帮你这个忙了，他送他爸妈离组了。离组回去了？嗯。哦。辛苦了，唐鑫。等杀青了之后到家里来，阿姨亲手给你做几样最拿手的菜。好啊，谢谢阿姨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嗯。丁丁今天拍戏呢，我们就不去打搅他了。回头请你啊，帮我们和丁丁说一声。好，没问题，你们放心吧。哎，拜拜。行，拜拜。我们车里等你啊。我们车里等你。拜拜。你刚才怎么都不说话？是不是还在生阿姨的气啊？我妈来这一通，又胡闹一次，要我先去啊？怎么会？阿姨那么可爱，倒是你，收拾收拾自己的心情，别耍脾气啊。嗯，好，我请你。哎呀，叔叔阿姨他们都在呢。在就散了。这次回去啊，忙完工作我就尽快回来。嗯。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记得给我打电话联系啊。嗯。还有，陆楚宁已经进组了，丁丁那边多关照一下。他进组会对丁丁造成什么影响吗？陆楚宁毕竟是影后嘛，拍摄经验也比较丰富。丁丁要是紧张的话，多鼓励鼓励他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而且我也相信丁丁，他进步那么快，一定没问题的。那我多抱一会儿。嗯。希儿，我哥真的和我爸我妈回南港了。嗯，他有个投资会要开，知道你今天在拍戏，所以就没跟你打招呼。他可算了吧，他肯定是怕我和陆楚宁搭戏，表现不好给他丢人，赶紧抓紧时间跑路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紧张啊？啊，人家是陆楚宁，人家是影后，怕什么呢？你可是女主角。
我虽然是女主角，但我也只是个菜鸟小新人呀，怎么跟影后比？到时候被他演技碾压，我可尴尬死了，怎么办？来，丁丁。没事，你自己不都说了，他是影后，你又没有演过戏，就算被他碾压了也不丢人啊。你这么有天赋，看这几天不是顺利拍下来啦，多聪明！而且你是不是都忘了，陆导表扬过你，你的表现不一定会被碾压，你得相信你自己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我得相信我自己啊。对，反正我跟他也就三场对手戏，熬一熬就过去了，对吧？相信自己。丁丁，衣服好了，咱们可以换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呦，我要换衣服了，好紧张。哎呦呦，这场戏就这两个点，我们先来一条。行。哎，陆导，这天光快不行了，风也挺大的。天光估计也就20分钟吧，我们得抓紧拍。20分钟够了，放心吧，导演。你呢，怎么样？我努力。我们先拍吧。来，各部门准备啊。来，该修修，该补补。刘洋，来吧。开机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看。对不起，导演，我。没事啊，丁丁。别紧张，我们再来一条。好，再来一条。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谈谈你和星宇。你应该早就知道了，能来这个世界的人都经历过生死。苏宇是飞来横祸，我是病了。蒋毅，你很聪明，我会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来看。好，丁丁，你注意力要集中啊，保持状态，好吗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来。你再试试吧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下不来的，别放心。好，来准备，开机，开机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怎么来？我想跟你聊聊你和苏雨。来看。丁丁，你要盯住他的眼睛啊，你不要不敢看他，好吧？别老往地上看，好，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。丁丁，台词重音有问题啊。来，再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看。你带点感觉，好吗？你现在像背词一样。啊，你快点吧，起风了啊。你不要耽误时间了，好吧？来来，开始。我看别过去。不是，我怕陆导自己一个人过去，他说严重了，丁丁会紧张。其实有的时候吧，给新人演员一点刺激，说不能激发出他更大的潜能。等等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这词儿我们昨天不是已经排过了吗？对不起，导演。你别的对不起啊，为什么你不敢看对手呢？你要看地上干什么？地上有什么？你别紧张啊，克服自己的情绪，好吧？抓紧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好吧？拍了，拍了，拍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看。飘哪里呢？看住他，不会吗？大家休息10分钟吧。啊，陆导，这快下雨了，风也挺大的。你看，不拍了，收工。收工。收工呀！谢导演，谢导演，收了啊。我去看看丁丁。行，我去了。
没事，你先去忙，我自己待会儿。谢谢谢谢啊，跳走吧。那个装好了。好好。哎，还有这个。好好。哎，我把这个放。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啊。太差劲了。你相信你自己，不差劲，相信自己啊。怎么还不走啊？哎，这么绝望啊？嗯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该去找导演呀。我不敢找导演，而且我是和您对戏，估计找了导演也没什么用吧。要是想练习的话，还是得麻烦您。所以你收工不走，是想找我对词儿？行吧，这雨一时半会也停不了，我帮你。坐我身边来吧。谢谢老师。没事，拿上你的剧本。我们一句一句对，不用着急，慢慢找状态。嗯。这是又一个梦境吗？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这又是一个……看着我。这又是一个梦境吗？你怕我？我们读书的时候都学过这种拍打法，拍打自己身上的肌肉，让自己放松下来。你也试试，边打自己边说话。放松放松。第一次你是被我的怨念拉到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任务是改变我的命运。那这一次呢？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我们试一下盘腿，用心感受我，闭上眼睛。这一次我是被你对我的思念拉进来的。我还以为你真的把我忘记了。好多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怎么样？嗯，感觉是放松了很多，是挺有用的。谢谢老师。你记住这种感觉，后面的词儿都用这样的方法说。你接着往下走。嗯。那这一次我是被你对我的思念拉进来的。我以为你真的把我忘记了。看 OK 过了。来，我们换镜头了。好嘞，换镜头。小佳敏，来金玉萌那边。丁丁状态比昨天好啊。小佳敏来了吗？啊，来了。导演过来了。导演，我那个过了。是不是昨天晚上陆老师给你上课了？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。能猜到，其实一个演员吧，有时候需要的不仅是他的演技，还有他的心理素质。现场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，你就比如说昨天，20分钟内想要拍出一条满意的效果，还是需要一个成熟演员，把他自己心理的素质调整到最佳才能完成的。你是新人，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这方面呢，还要跟陆老师多加学习一下。
对，我相信你，加油。两位老师去休息一下吧，啊。好，来，走了走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干嘛啊？吓死我了！怎么闷闷不乐的？嗯，还在想剧本。哎呀，别耍了，来吃个糖，开心开心。哪来的棒糖？嗯，小佳明给的。来，小佳明给的。嗯，他说啊，他拍戏的时候会紧张。所以呢，就先给陆导糖，这样陆导喊咔的时候就会温柔一些。他才5岁啊，就会用糖糊住别人了。而且偷偷告诉你啊，这一招对陆导来说特别管用。你没看今天早上那场戏，小佳明 NG 了7、8次，陆导都没说他。这会儿还在跟他讲笑话呢。真的假的？陆导居然吃这一套？你之前给他送宵夜的时候没发现吗？陆导这个人啊，还是很好买通的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早想到呢？宵夜不能天天吃，嗯，但是糖可以。走，你去哪儿？买糖。买糖？老季，你去帮一下忙，都别坐着啊，都别坐着，赶紧去帮忙去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这糖买都买了，赶紧拿去给他。他生气啊，没事没事，快去去去。导演，你还生气呢？你别生气了，这个是送你的，我放这儿。这是。我听说夏城这边牛轧糖特别火，是这边特产，我给你拿一个，你尝一个吧。我给您打开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给你换一个口味的，我觉得这个更好吃一点。这个我觉得比较好吃。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经常给你送。哟，这谁送糖呀？啊，你送的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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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然后那边催我换衣服，我先。哦，你去吧。哦，好。我先放这儿了。加油拍啊！陆导，您这可属于受贿啊！受贿？啊！他干嘛要贿赂我呢？他啊，就是看着小佳明给你送糖，也想学着点他给你送点糖，让你以后 NG 的时候啊，对人家温柔。我对他很凶吗？你平常你自己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有的时候我都好怕好怕的啊。那我是不是应该也给你送点糖贿赂贿赂你啊？你啊，人家小姑娘第一次拍戏，你都老油条了，你装什么呢？说谁老的？来吃糖。来去捡糖。导演，明天这场戏确定要上东斗总吗？要上啊，我会上不是说了吗？主要这场戏必须上楼顶拍，不然效果出不来。但咱们没有和丁丁老师打过招呼，让他吊威啊，他没有训练过，会不会不太适应？哦，也对。那行，你先去找动作组那边沟通一下啊，我去找丁丁聊一下。嗯，哎，真的吗？我明天就可以吊威亚了？不是你怎么这么开心啊？这刘洋还担心你害怕呢。我怕什么呀？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看那个武侠片，就是吊着威亚咻咻飞来飞去，多酷啊！行，你要是这个态度吧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你说是这么说啊，明天真到上面了，我估计你腿都软了。因为咱们那个棚的楼顶都是简易的钢筋结构，承重有限，所以到时候不会有工作人员在旁边陪同你，你自己一个人注意安全。没事儿，
我唐丁丁可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什么蹦过极啊，滑过雪山呀、啊，才三层楼而已，散散随啦。那行，明天这场戏啊，整部电影的重场，你心里过关的同时，我还是希望你的演技能够注意一点，尤其是你的台词，我还想现场收声呢，所以这场戏台词你好好练练。好的，明白了，导演。Yes, sir。行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耶！我就是他笔下的一个配角。一个他的任务目的，如果死亡就是我的结局，那我又在抗争什么？什么来着？哦，你问我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？你问我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该为什么？该问为什么的人是我吧？就算我今天完成这些话，我都能接受。这个世界是虚化的，是我创，哎，是对，是你创造的，是你为了完成任务来接近我的，这些我都接受。我就是他笔下的一个配角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太困了太困了，我不能睡不能睡，还要再练一会儿练一会儿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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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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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亡就是我的结局，你快跟我练呐，快，死亡就是我的结局，那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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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？丁丁，你饿吗？我饿。饿啊？嗯。哦，那你早点睡吧，睡着就不饿了。哎呀，还好，我不累也不困，其实也不是很饿。嗯，我可以一口气练到第二天早上。早上？嗯。不用，其实你已经非常用功了，明天还得拍戏呢，早点休息。哎呀，没关系。我是第二天下午出工，怎么说也得练到凌晨四点。四点？嗯。是这样啊，我觉得刚才听你的台词啊，已经说得非常的熟练了，抑扬顿挫、感情充沛，这些全有了。真的？啊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睡，我还得睡呢。嗯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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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导演，我真不知道，隔音这么差、啊。哦，没关系。我主要是担心会影响到你明天拍戏的状态，早点休息，啊。好。拜拜。准备开机。
怎么回事？我都已经大脑空白了。哎，在城市里追逐奔波并且忙碌，穿梭的人群时间重复，从落日到夜幕全力以赴，我没有退路。3、2、1开始。我只是他笔下的一个配角，一个他的任务目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回放。走啊，妹妹你想想慢一点，小心抓住。卡，来把丁丁老师放下来。慢点，手，慢点，小心点，放开。来，该收火的收火啊！丁老师，辛苦。你要不要先喝口水，喘喘气？我不喝了，先上厕所。因为你穿着泳衣，然后你上厕所可能要等一段时间，就我们再拍一条就好了，这场就过了。行，那辛苦丁丁老师再来一条。好，等会儿，好，可以的。好，来，辛苦丁老师啊。没事。来，把老师吊上去。慢点。慢点，站下。等一下，放点，哎，好，手抓住了吗？好了，抓到了。来，准备，开机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只是他笔下的一个配角，一个他的任务目的。如果死亡就是我的结局，那我又在抗争什么？看，过了。特别好啊，今天你昨天晚上没白练啊。我们现在换机位啊。好，来把老师放下来。抓紧了，电子，快加电子，丁丁，手抓紧了，电子。抓住！
坚持住。你进来吧。好。陆导。嗯。你这伤势怎么样了呀？没事吧？医生怎么说呀？疼不疼呀？都已经处理好了，不疼了。你刚才说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因为今天的事儿没能保护好你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导演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但我是导演啊。我不是好了吗？已经。你还跟我道歉呢，其实我应该谢谢您。今天我在上面的时候，真是挺害怕的。那是因为今天运气好，你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别自责了，小鹿，我未来可是身价过亿、票房过百亿的女明星，那我不是得需要一些磨练和捶打呀？来来来，请你吃饭。干嘛呀？吃饭吃饭。小鹿，鹿导，我听出来了，你的话意思是我是你成功路上的绊脚石是吧？就算是啊，也是越挫越勇，越垫越高的好绊脚石。哎，丁丁啊。其实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是指，如果你不想继续当演员了，也可以。不是吧，陆导？你就因为我叫你一句小鹿，你就要把我换了？当然不是。陆导，我是认真的。虽然今天站在上面的时候我很害怕，但是今天的事儿。一点都没有让我后悔成为一名演员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我是认真的，想要成为一名
闪闪发光，努力，优秀的好演员。我相信你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认定你是我们的美好。当然不是因为那些糖果你才得到我的认可，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你背后日日夜夜付出的辛苦和努力。我坚信你会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闪闪发光的优秀的好演员。加油吧，小唐。今天爆炸戏啊，大家注意安全，各个部门啊都上点心。哎，小凯，我们再去检查一下报警位置。哎，好。出动。唐鑫啊。嗯。哎，你看看这场戏，我是五场。哦。这场戏逻辑上有问题。哎，哎，小心。出事了，刘洋，你跟唐总说一下情况。喂，唐总，炸点预埋的时候出了问题，提前炸了。伤了多少？现场什么情况？有没有送医院？伤了二三十人吧。反正有被炸伤的，也有被坍塌的帐篷砸伤的。严重的已经送去医院了，现在现场就剩一些擦伤、刮伤了。听我说，不管什么情况，赶快把伤员送去医院，尽快安排。我知道了。另外，唐鑫呢？编剧老师在中心医院。好，中心医院。好，伤不重吗？不重。小王，伤的严重吗？啊，没事，就这点擦伤，不严重。啊，唐总，哎，轻点。哎，好。伤的严重吗？不严重。谢谢唐总。谢谢唐总。杨律师，我去 ICU 看一下刚送来那个女孩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好的，去吧。先坐那儿，来，我等会儿让医生过来给你看一下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哦，我真没事。怎么了？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所以今天，此刻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回眸有无限的温柔，夜晚的路口，穿行的车流，在原地等候。晚风吹灭了巷口，拥抱你以后，亲吻你额头。
太久，在身边守候，还没有爱够，所有 You are my everything， 多幸运才能遇见你，说好了永远不分离，我们的默契就从今天起好了。